我以前是山东鲁能的队员，然后替山东鲁能打联赛，然后14岁去的日本，替日本高中大学打联赛，从高中14岁开始一直到22岁一直都是在日本。基本上日本体制就是打完高中打大学，打完大学以后是要打实业团或者是当教练，如果有一些成绩的话可以在俱乐部当一些教练。我觉得日本比中国更注重比赛能力吧。中国队一般就是少年阶段基本是基本功，日本的话应该是比赛这方面注重的比较多一些。刚去日本的时候肯定是中国比较好一些，现在来看呢，日本对小孩的培养也是比较注重。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肯定是要比普通的孩子有一些怎么讲啊，就是天分。然后但是呢，他们俩完全也不是一样的感觉性格。美和是比较注重进攻，松岛就是感觉比较好。他每天是正常上学，在日本需要全天上学，然后对大概5点多一点开始训练，练1个小时，然后吃饭休息30分钟，然后再练1个多小时，大概加起来一天也最多3个小时左右吧。他现在刚刚满10岁，6月份刚刚满10岁，成绩规划的话，就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想拿一次全日本冠军，对，同年龄段的日本冠军。然后呢，最近他的国际比赛也比较多，希望他呢通过近期的国际比赛能找到一些经验。